天使的面孔，傲人的身材，这就是知名内衣品牌蓝缪四周年 T 台秀给人留下最直接的印象。而这场秀对于品牌代言人周秀娜来说也是意义非凡，除了宣布成功续约代言并高调升级于合伙人，她还亲自展示了自己设计的秀娜系列内衣，露着半球的她走起秀来让苦苦守候的宅男们大呼过瘾。傲人的上围成为他吸睛的必备凶器，除此之外，大家更关注的就要数前段时间曝光的他与刘恺威的床戏。活动当晚，周秀娜就又再次被问及此。对，还有床戏，就是，可是那个床戏有味道，我们说比较像拍动作戏那样，就是，整个过程当然合作都跟我们，然后因为我们在拍摄那个环境里面都还就是挺热的，对，所以那个床戏大家都拍得很辛苦，可是。还是合作的很愉快。